妇科知识：尿道炎是一种常见病，是发生在尿道的炎症，女性多发，临床上可分为急性和慢性。非特异性尿道炎和链菌性尿道炎。很多女人觉得白带增多、外阴瘙痒、尿道轻微灼热伴尿道口不适、月经紊乱等现象，一定是由于妇科疾病导致的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我院医生介绍，其实女人患尿道炎时也可能会有这些症状。很多人误以为是妇科炎症，私自前往药店，结果是越洗越发炎。首先，尿道相对较短且直，与阴道肛门毗邻，容易被阴道分泌物及粪便污染，尤其是患有阴道炎症时更容易伴发尿道炎症。其次，当尿道发生梗阻，如结石、肿瘤等，会使尿液排出不畅，导致细菌滋生，从而诱发炎症。其他原因导致的尿道损伤容易导致尿道炎症。尿道炎会对女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泌尿系统症状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尿道的炎症会造成整个泌尿系统的不适，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尿痛以及尿道口红肿不适，还可能累积阴道，从而伴发类似妇科疾病的症状，影响生育。女性在平时患尿道炎后，就会导致会阴部和下背部出现疼痛，如果长期治疗不佳，就很容易造成女性不孕的发生，病情严重时会导致女性出现流产，给女性的身心上造成极大的伤害，传染给伴侣。如果一个人得了传染病，那么首先受伤害的就是自己最亲密的人。女性泌尿道感染，如果要完成传染的过程，需要的条件自然不会是空气传播，在进行性生活的时候，通过直接接触，很有可能传染给伴侣。如何预防尿道炎？一、大量饮水，使尿量增加，排尿时可冲洗尿道分泌物，这是预防尿路感染最实用有效的方法。二、注意个人卫生，注意阴部的清洁，勤洗澡，勤换内裤，勤换卫生巾。三、注意休息，在治疗尿道炎期间避免性生活，以防传染给对方。四、尽量避免使用尿路器械和插管。目前诸多地方天气还很炎热，久坐又是诸多办公室女性引起妇科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会使会阴部位的透气性不好，使血液循环受到阻碍，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发生感染。所以女性朋友们要对日常的行为更加注意，防止妇科病的发生。沈阳都市妇科医生有妇科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，部分图文来源网络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敬请告知。